三个校霸，一千七百五十七，孤立无援，24小时荒野求生。哎，谁啊？我就是你们参加的节目24小时。别在空气当中说话，出来聊聊天行不行？我有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我们要先听哪一个？坏消息。坏消息。坏消息是你们还要在这个岛上继续待24小时。我不要听好消息了，来，你给我出来。我保证不砸死你。好消息是我可以满足你们每人一个愿望。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赶快离开这个岛。下一个，那个能不能让我回趟东北啊？这块，你有什么愿望？把他俩给我弄回来。哎，我把帽子摘下。刚把围脖戴上，你又回来了。24小时，1月22日22点，敬请期待。